因为他在台北的境外被人占领了，我在这里境外。Thank you.
来。我们一起来看出圣经，在约翰福音的14章第1节到第6节。约翰福音的14章第1节到第6节，我邀请弟兄姐妹与我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14章第1节到第6节。圣经是这样说的：北齐，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也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闻见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姐妹，这段圣经大家非常熟悉，这一段的圣经是主耶稣自己的一段自我介绍，他告诉他的门徒他是谁，他也把自己的自我介绍的最重要的一个宣告记载这段圣经里面，也就是14章的第6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就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从这句话当中很容易的让我们可以听出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让我们这群罪人到上帝面前去的唯一的道路。和使徒在使徒行传4章12节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今天我想用这短短的一段经文与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耶稣向我们自我介绍，向我们宣告，他是让所有世上的人可以到上帝那里去的唯一的道路。这段经文耶稣在谈论当中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马上就知道，他向谈论的对象这群讲的人，他至少让我们看见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对他们讲的这一群的人是信有神的。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信神也当信我，说明他们是信上帝的。那为什么忧愁呢？就是因为信上帝而不认识哪一位才是真正的上帝。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群的人很想到上帝那里去，但是呢，他想到上帝那里去，却不知道就如何到上帝那里去，找不到那一条路。所以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将来还要来接你们。我就是那个道路，若不接着我，就没有人可以到上帝那里去。所以面对这听见他讲话自我介绍的这一群的人的两个问题，我觉得是在这个社会中的世界中间一大部分人的光景。弟兄姐妹，我想我们这群的人是早就已经是信有神的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疑惑，到底哪一位才是真神呢？弟兄姐妹，从有神圣这角度存在的问题上来看，圣经从来不会去介绍到底有没有神。创世纪1章1节就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宣告，它不是证明。约翰福音的1章1节就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神就是道，太初就
存在的，所以他从来不会证明如何去证明有神或者没有神，他是上帝亲自向我们宣告。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说，人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可以让我们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段圣经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看看宇宙万物，我们就人心里就应该知道背后有个创造者。今天早上我收到国内一个地方发给我一个小小的视频，见到了这个人体的奇妙，我就一看五六分钟就惊奇的不得了，这个人体里面竟然如此复杂，如此奥妙，如此精巧，在这个整个人体从外到内，从粗到细微看，人肉眼无法看见的，上帝竟然造了属这个结构里面的动能，造得如此竟然的奇妙，我们就没有办法否认背后创造者的一个伟大之处。所以从外面可以看见，从我们内心的良心也可以发现，圣经说人心里是明明明白明明知道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拒绝只不过是应着景象而已，我们故意与上帝要拒绝上帝而已，使自己的良心在犯罪作恶当中可以讨回一种平安。故此弟兄姐妹，不但是如此，更能够从我们圣经中间看见神的存在。圣经的话是千真万确，从头至尾都写明了神的作为在里面。故此这是毫无疑问的。对问题今天给我们这个世人很多的疑问是，那张三说他是神，李四说他是神，那到底是谁才是真神呢？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找一位真正的神呢，那耶稣所讲的那个真神才是真正的神。那么耶稣所讲的真神是谁呢？其实是从上下文给我们看见，其实就是他自己。看见了父，他就看见了差遣来的他的父，他与父原为一。什么叫原为一？也就是他就是神。一弟兄姐妹，还有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的人想到上帝那里去，他却找不到上帝那里去的那条路。那么多少的人真的是向上去见上帝呢？我想回答两个问题，谁真想去见上帝？第二个，如果想去，谁有资格可以见上帝？谈到要去见上帝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指那已经过世的人，我们说马克思已经去见上帝了，毛泽东已经去见上帝了，说的某某人已经去见上帝了，这说明什么呢？某种人过世了。另一种去见上帝呢，想去见上帝呢，真的是很渴慕去见上帝的。那前面的这个见上帝呢，他是无奈没有办法，我只好去见上帝。后者呢，他是非常向往，一个是无奈，一个是向往，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那么我们说他很想，真的是不是因为无奈要离开世界，生命要结束了去见上帝的这个意思？他这个上意思就是又可以分成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
就是他看见这个世界太败坏，太困难太多，他真的是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想去见上帝。我们知道这个地上其实是很舒服的，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是很美好的世界。虽然现在在打仗，有些地方虽然有瘟疫，虽然有地震，虽然有很多我们想不到的，甚至我们经济都无法解决的疾病临到我们，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这个世界是五颜六色，奇形万状，我们很想要去远处看一看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我们很多的时候想长个翅膀到宇宙外面去看一看，我们很想像鱼一样在深海之处去探索一下，我们很想到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一下上帝所创的自然。所以真的因为如此，很多的时候我们活了100岁还觉得不够，最好能活1000岁，最好能够活10000岁，让我们长生不老，永远不死，这个世界太美好了。但是内心之中却是永远感觉不到这么美好的世界，会感觉不出让我们满足的心，我们还有一个盼望比这个世界更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无论你信不信耶稣，看不过圣经启示录上帝对天国的描述，在人的心灵的深处总是有这么一点点世界不能让我们满足，让我能够到更高一层更好的地方去的这一种向往在里面。这第二种人向往是什么向往呢？就是指我们基督徒的向往，就是对天国信有天国信仰的人的一种向往。这个向往是什么？是真实的看见，因为经过了一路对天国的介绍，看到了圣经对比这个世界更好的描述，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万物上帝已经创造了，这个地球上所创造的这一切这么好的地方已经比世界其他的星球有好到几千倍几万倍都不知道。听说马斯克要到另外的什么土星还是木星上去，还有可以能生存的一个机会，他也找到如果核爆炸怎么办，地球毁灭怎么办，他能够让人能够留下鱼种到那个地方去休息一段时间，等摔过去了之后还可以再回来。那说明什么呢？上帝造了很多有不好的地方，这个地球是最好的一个球，但圣经又告诉我们，耶稣说他还要造一个更好的地方。上帝既然让我们看见有不太好的，有现在这样好的，他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当然我们相信了，这个逻辑是完全通得过的，对不对？我曾经门楣五子造的房子不够好，就是瓦片嘛，现在我们能够造高楼大厦，还比我们好，以后再发达的时候可能造的比这个现在所造的房屋建筑还要好了几十倍几万倍。我们相信这个逻辑是完全可以推理的，既然一直如此的话，那我们基督徒就知道人面对现实，面对这个生命的短暂，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面对这个现实要接受这个事实之后，那在有限的年日里，我们要不要相信耶稣对我们讲的应该有的那个盼望呢？如果说耶稣所说他其他的理论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相信他这个理论也是正确的，也是值得可以被我们接受的。通过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那个国是美的无比，他是真善美的本体来治理这个国，而从圣经给我们看见他的话是信雅达的，值得相信，他是通达的，值得是而且他的话里面都是非常高雅的话，是值得我们今天效仿这圣经文化成为我们地上的文化的一个版本一个模板。正因为如此，所以呢，
我们基督徒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说，你愿你的国降临在地，如同在地在天。弟兄姐妹，所以说啊，是有很多的人，内行的人，以致包括不内行的人，从内心深处真的想要去见上帝的，除了那个消极的。那么谁有资格去见上帝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你有两个人见过上帝，一个叫做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章七节里面说，耶和华向亚伯拉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就在那里为他向他显现的耶和华做了一座台。下面是七章第七一节说，亚伯拉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18章的第一节的第二节说，耶和华在麦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个人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出去迎接他，俯伏在地。你看这几处经文都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什么显现，他马上就是坐台。他显现上帝跟他讲话，他显现他就马上跑出去迎接他们。第二个呢是摩西，圣经记载见过的耶和华神，在出埃及的33章的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弟兄姐妹，而且呢，在33章20节说，你不能见看见我的面，明明面对面，在这个地方他又说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成活。耶和华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那么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圣经里面有两个人见过，一个亚伯拉罕，一个是摩西。但是他们见过的是不是真的是见到像你见到看见我一样的看见这个实体呢？不是，是看见耶和华的背，或者是看见神的一个形象，一个人子的形象。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章18节，耶稣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这约翰讲的复习也好，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怎么样啊，表明出来。这个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摩西所看见的也不是真正的实体，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但是我们这一群的人看，你们这一群的人看见了耶稣之后，就已经看见了什么呢？就是看见了上帝。我再总结，就是说罪人是没有资格可以看见神的，连亚伯拉罕、摩西成为上帝亲密的朋友，他都没有资格可以看见上帝。但是到新约时代的时候，上帝因为爱世界上的人，他自己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来到地上，所以我们看见了耶稣，就看见了谁呢？看见了上帝。弟兄姐妹，耶稣在约翰福音刚才我们14章5到6节，其实第七节接下去他就说了，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后来他的门徒腓力对他说，主啊，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就对他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这是耶稣自己亲自讲的，对不对？他
说看见了我，就看见了谁？就看见了父。你怎么，我跟你这么长久时间了，你怎么还要说看，让我们看见父呢？所以我们这一群的人，从这圣经里面就要知道了。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怎么不信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故此，弟兄姐妹，我们都信有神。谁是真神？耶稣基督就是真神。我们都想去见上帝，谁是上帝？耶稣基督就是真神，就是活神。所以我们看见了耶稣，我们就看见了真神；看见了耶稣，我们就看见了真上帝。我们今天现在信进到耶稣里面的时候，与耶稣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其实就是与神同在。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接下来又有个非常奇妙耶稣直接的答案。我们总以为去，自以为有想到一个，你想出一条路看才可以见上帝。我们总是自以为我们能够想出一套逻辑，一套办法去见上一个规，找到一个规律去见上帝。我们总以为我们这个生命不能承载神的美好的国度，这个生命里头太污秽、太肮脏、肮脏了，需要一个新的生命来承受新的国。正像我们从国内的一种思想模式到了另外美国的这个地方来，要换一个观念，换一个思想，不能把这个逻辑带到这里来。你想更好的地方来，印证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还是把原来的观念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又变成我们中国的观念，那么美国也又变成中国了。那全世界有很多的中国，你本来不是很向往中国的环境，向往更好的环境，对不对？那又是把这个旧的带到这个地方来，那么又是因着我们的到来就被污染了。当然我是这一个是比方，如果说我们这样的生命去承载我们想象的更美好的一个国度的话，不改变生命，那么这个天国后来又变成地上的国度，不如可能。那么这个思想自以为呢，其实是对的，没有错。耶稣没有否认，所以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什么叫道路？就是方法。道路就是方法，我们用什么的方法才能到上帝那里去？那个真理是指什么？真理是指范围，内容的范围，就所有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理论放在我们面前，哪一个才是真心真实的？哪一个真是可靠的、值得谦永远不变的真理？一个法则，一个规律。生命是什么？就是超越我们现在有旧有的一个超越的新的生命。弟兄姐妹，我觉得唐崇荣牧师啊，他介绍主耶稣基督这一句话的宣告，我是比较认可的。有很多的牧者讲过这个道，解释这句话啊，有很多的著作专门以这句话为题目。耶稣是唯一的道路。那我想他解释的非常非常棒。他就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是指谁讲的呢？是指东方人讲。耶稣说我是真理，是指谁讲的？是西方人讲的。耶稣说我是生命，是指谁讲的？是指全世界的人讲的。那这样子缩小一点，其实这个我是耶稣说我就是这个道路的时候，最重要是指亚洲人讲的。亚洲人一直是在找道路，也就找方法，我怎么样才能够到上帝那里去？所以宗教都出于重要的宗教都出于亚洲，犹太教、这个基督教、回教、印度教啊，一些道教、孔教，你看都是出于这个发源于亚洲的。我们只想做什么事都想找办法，我怎么样想什么办法想出来我才可以发财，用什么方法我才可以到美国来？很多人在想，我用什么的方法可以逃税避
找方法。那么西方人能找真理，特别是希腊的希伯来文化的人，都是找逻辑真理。真理里面的一种方法论叫做逻辑，逻辑里面有两个具体的这个逻辑呢，就是其实就是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叫逻辑可啊。那么听说我们翻译到中文来，它是音译，就是读音就是这样的。翻译到中国的时候呢，中文的时候呢，听说翻译最好的就是孙中山先生啊，我觉得孙中山真是很聪明啊，不但是推翻的这个建立了辛亥革命啊，他也发明了中山装，这个中山装。从小我都很喜欢穿中山装啊，有四个蛋子的，觉得很漂亮的啊。哎，孙中山真的很聪明，他翻译逻辑是怎么翻译呢？就是叫做理哲学。什么叫做逻辑？叫做理哲学，也就是道理的一种规则的学问，或者道理的里面隐藏的一些原则性的一些东西的一个学问，叫做逻辑。那么我们稍微学过一些逻辑的，我们知道逻辑的两大方法，一个方法叫做演绎法，一个叫做归纳法。这个是我们讲到的人每次在用的。弟兄姐妹可以发现，我在讲到的时候，就用一节圣经的时候，我把它演绎出来很多一大堆的话，对不对？有的时候我把圣经里面抽出3次、3次的地方，把它跟弟兄姐妹读，然后把它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意思。这个叫做归纳法。那么演绎法也好，归纳法也好，弟兄姐妹其实都是这个方法都不是绝对的，里面都是有迷信的成分在那里。其实这个逻辑是传所有的哲学家、所有的科学家、所有人现在人在找真理的人都是接受、都是承认的，他不能拒绝的。但是这就是呢，有一大部分的迷信成分在里面。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解释一下，大家就明白了。这个逻辑、这个方法里面啊，它有这个亚里士多德提出来有三大的这个步骤。间断，什么间断呢？就是它所有的问题，它是有个大前提、小前提，然后一个结论。比方说，我说我是人，这是一个前提，对不对？是人都会死，这个死是什么结论？那么为什么人，我是人，我就会死呢？因为上面还我这个前提上面还有个大前提，就是人人都会死。懂了没有？因为人人大前提，人人都会死，而我曙光是一个人，结果这个曙光是会死的，是结论。大家应该听懂我这个话的意思啊。那么弟兄姐妹，为什么人人都会死呢？这个大前提一定要这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就是一个信仰。这个大前提，那你说为什么人人都会死？有些人说这是经验所得呀。帝王将相都死了，世界上是超过100多岁的人都死了，我的爷爷都死了啊！这次的中国的飞机，你看这弄下来，这132个人都死了啊，人人都会死，这是经验所得，或者说大部分人都相信，就大部分都相信每个人都会死的，所以我们也接受人人都会死的。而历史告诉我们，从来没有几千岁的人活到现在。那历史告诉我们也是会死的，那你怎么会相信人人都会死？是你的经验告诉你，是旁边很多人的相信告诉你，是这个历史告诉你。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为什么相信会人人都会死？因为圣经说的，爱者定命，上帝创造的时候命就定好的，人人都会死，死后且有什么？还会有审判。哎，这都是信仰，对不对？我们信仰是上帝的启示的话，还有人的相信是什么？因为大多数人相信，所以我也相信。还有些人什么是相信的？因为历史研究下来都是死人的，哦，我相信这个历史，所以我相信。都是建立在哪里啊？都是建立在信仰上的，这个大前提都是建立在信仰上的。所以弟兄姐妹，所有的问题在逻辑学里面它都有大前提
小前提还有结论。那么这个大前提是干什么的呢？都是怎么得来的呢？大前提都是凭信仰得来。那么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了，我们信耶稣的人，信独一上帝的人，我们的迷信的点在多少呢？只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相信圣经是千真万确的，相信上帝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位真神。那么我们就迷信一点就够了。如果你没有这个信仰的话，你的信要相信的点是很多的。这一件事碰到的一个大前提，你又要相信；那一件事推理推上去大前提的时候，你这一大前提你又要相信。所以你的大没有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独一上帝的这个信仰，你的迷信的点是多得不得了的。这样你就知道了，一个不信独一上帝人的信心，所有看作是对世界所有事发生的事情要找出原因来的信心，要比我们基督徒的信心要大好几倍。所以你不相信上帝，其实比相信有上帝是要更难。懂我这个意思了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仰迷信，就是所有的迷信都把它归在一点上，有了上帝之后，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感到解决了。下面如果你不相信有独一的上帝，你下面所有的小前提、所有的结论，你都要凭信心去接受。从这样推理，我们就知道了，信是真正读信圣经的人，真正是一个基督徒的人，你要他要去相信某一些东西是很难的，除非你说相信的是符合圣经的真理，符合上帝的道，否则的话，我们就什么什么呢？就没有不能接受。弟兄姐妹，所以说只有两种可能，我们基督徒会上当：一种是对圣经一点不熟，对上帝一点不认识，所以随便什么异端、什么邪教、什么东西一骗，你就被他骗走了，你一点都不懂。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说那个骗子比我们还要懂圣经。懂上帝的话，这家伊甸园里面的魔鬼，他把上帝的话讲出来之后，让你听了好像是圣经的话，好像又不是圣经的话，结果亚当夏娃就怎么样了？迷惑上当。那从中就给我们知道怎么样呢？我们要努力着把神的话吃透，并且呢，能够去怎么样知道去分辨，那才是最好的。所以呢，从这个地方就给我们清楚的了解，让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主耶稣给我们讲的话，圣经的记载的话，我就是唯一的道路，是值得可信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们有生命，他说他是生命，而且他能够规定生命的长，设定生命的长短，他能够将不同的生命形式表达出来，他能够给我们生命或者回收回啊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会死，他的生命会被人肉体的生命钉死，但他会复活。种种弟兄姐妹，而且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只有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是我们正想要找，自以为想要找到一个更高超的生命，这个生命今天主耶稣给了我们，以此我们就可以断定耶稣的话是真实的，他是唯一的道路，唯一能够到上帝面前去的真理，唯一的超越我们所有生命能够承受天国的新生命的那一个生命啊！上帝真是爱我们，当我们正这样需要的时候，他将自己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接着他我们可以认识他，接着他的十字架的钉死，通过这个十字架我们可以得着救恩的真理，通过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这个生命他成为了复活生命的初熟的果子，他是初熟的，后来呢我们就后熟的意思就是
说我们也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从复活过来到神那里去承受神的国。上帝竟然这样的爱向我们显明了慈啊，一般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是只有一个意思，有的时候有两个意思，有的时候是三个意思，有的时候意思是很多的。比方说爱，我爱你，我爱师母，那这个爱是什么？我爱你，师母也爱你，这个爱是一样的。我也爱你，我老婆也爱你，对吧？这个两个爱是一样的。比方说我爱你跟我爱我的爱师母那是不一样的。我爱你的爱是一种爱，我爱我妻子的爱是一种爱。你千万不要伤心欲绝啊！说我好像不爱你，不是我不爱你啊，因为我爱你的爱跟爱妻子的爱，这个是爱是什么？是不一样的，不能混乱的啊。同样一个爱，但是意思不同啊。同样一个好，是意思不同。比方说，你们问我，张牧师，你这个篮球打得怎么样？哎，我打得很好啊。那你是觉得啊，张牧师这个篮球打得很好？有一天你在这个广场上或者在哪个公共场上碰到那个科比了啊，碰到姚明了，哎，你球打得怎么样？哎，他这个球打得很好。他说我球打得很好。弟兄姐妹，你说姚明球也打得很好，我们张牧师球也打得很好，你说这两个人好一样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千差万别，对不对？啊，这是没有办法可以比的哈。弟兄姐妹，耶稣今天上帝对我们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祝福的话。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的爱跟我的对你的爱一样不一样啊？是完全不一样。耶稣的爱要深层的几百倍几千倍不知道，对不对？好，我现在再强调一下，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更深入的知道。比方说我爱你，但是你说我不爱你，这个时候我很难过。我为什么难过？因为我爱你你不爱我的时候，我是有损失的。今天上帝也对我们说，对你说，他说我爱你，然后你对上帝说我不爱你，我甚至不承认你，这个时候上帝很难过。上帝为什么难过啊？上帝不是因为他自己有损失有难过，乃是因为他知道你有损失，他很难过。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哭过两次，一次呢因为拉撒路死了，耶稣第四天才到，他的姐姐侄子都埋怨耶稣，父子啊，你早一点来，我的兄弟就不死了。圣经记载最短的一节圣经，就是说耶稣哭了。耶稣能是拉撒路复活的，坟墓里出来的，为什么哭？不需要如此悲伤，是因为他知道他最亲爱的姊妹们，对他关系最好的一家人都不认识他，认识这么肤浅，所以他哭了。第二次是记载耶稣看见非常荣耀的荣华的雄伟的耶路撒冷而哭，这么富饶这么雄伟要哭什么？因为耶稣看见不久的将来这一群人因为拒绝耶稣，上帝的刑罚将要临到，灭亡将要临到了他们，他痛苦欲绝，为他们哭了。弟兄姐妹，今天耶稣说我爱你，我是你唯一的道路，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了更美好的地方，预备好了就来迎接你们。你爱不爱我？你要不要接受？如果说我们不接受的话，那么圣灵
会在说不出来的叹息啊，为我们在叹息。希望我们在座的所有的长辈弟兄姐妹，今天能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是唯一的道路。希望你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接着他，都能够永奉于他的国度。如果你还认识他不够深，不认识他是真神，还未认识与他同在就是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真理，那么我们是在这么多信仰的日子里面还是比较可怜的。求主的话来激励我们，使我们悔改在他的面前，能够成为真正一个认识他的人，不像腓力一样在回答说，主啊，你让我们看见父，我们的心就满足了。我们今天应该看见圣经，听到神的话，我们就应该感觉到心里满足的人。我们再次闭目，我们做一个简短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深深知道你自己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你的话没有一句谎言成分在里面，你的话是经得起所有的人监视的话，你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出于对我与爱我而说出来的。所以爸爸的见证，见证你自己的卑微的孩子再次把你的话与向弟兄姐妹提醒的时候，让我们每明白你真的是我们人类的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若不藉着你，就没有人可以到上帝那里去。没有若不藉着你，我们人跟神就不能和好。我们如果没有你，不能天人合一。所以主啊，祈求你再次恩待我们，使我们这一群的人成为这个世界的光，世界的盐，把你活出来，把你见证出来，让更多的人通过我们这群的小基督来认识你才是真神，来认识你，通过你能够得到见到神的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同声可以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